大家拢讲都更都更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虾米叫都更？都更就是爱土地所有权人，建筑所有权人一定比例，然后找实施者来做都更。啊，实施者当然有建筑师、有地政师、有律师、有会计师的 team 去做这个的规划。啊，这规划如果你同意比例不够的话，都是徒劳无功。所以这个同意比例是非常重要。AP 亚东新闻不动产资讯互联网今天在现场给你报道，谢谢。